应该每个妈妈或主人都想知道，就是这五个孩子对少廷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吗？贼贼吗？贼贼贼贼贼说，就是如果你让我当猫，我会很厉害。就是他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制霸你们家高空处，他会很他可以当那个很厉害的猫给大家看。他说我真的会动，我怕你不知道。好，妞妞有什么话想要跟妈妈说？她想要问说，你会喜欢我很久吗？我会喜欢你一辈子。嗯，哎呦，会喜欢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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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希望我每次看你的时候，你都能看到我。好，就是他，如果你发现他有时候就是在找你，你就你不一定碰到他什么，你就说咩，这样让他知道，回应他。对对对对对。怎么会做？他说我会努力不让你哭，虽然我会痛。哎呦，人好好哦，孩子。他想跟我说谢谢，因为他说你没有真的丢掉他，就算你有时候，不是你带他去哪里，但是他最后都还能够看到你。你没有，对啊，你跟其他人不一样。哎哥，帅哥哥，哎，你要讲最帅的话。他说。嘿，宝贝。但是只有一句话，你确定是这一句吗？不，你人生中最帅的话就是嘿，宝贝。只有一句，你还是要很帅，但你要讲你最想对妈妈说的话哦。宝贝，我爱你哦。帅了，最爱你了，最爱你了。有点担心。太可爱了。